陈梦，我在这里。君阳，你怎么来？我们先出去再说，走。先出去。嗯，小梦，小梦，小梦，哥，夏小姐目前处于大脑缺氧状态，导致暂时性晕厥、呼吸减弱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会有生命危险。走，来不及了，附近赶往这里的救护车最快也需要8分钟到达。已无权限。哥，现在要救夏小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T9001号机器人 Starlight 认主成功。咬住氧气棒，哥，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，走。西光，哥，快走。快出去，里面随时有坍塌的危险。走。快！你们继续灭火，小王跟我进去看看，还有没有其他被困人员？好。